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马老师。今天我们再来聊几个可以表示再见的方式。第一种，慢走。当有人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慢走，意思是慢慢走，注意安全。比如说，客人在你的家做客，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你可以对他说慢走。第二种，我先走了。当你比别人先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我先走了。先的意思是 do something earlier。 比如说你的朋友还在吃饭，但是你要回家了，你可以说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下课或者下班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啊，我要去上课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